好，今日我哋咧同大家介紹一位算得吉，就應該未介紹過嘅，錢鬆。好，我哋睇佢第一方嘅印章，咁啊睇到一方姓名印啦，啊，咁亦都較為容易睇得到出嚟嘅，係一封個印風格嘅印章啊。環教家庭手啊。范守和印啊，守护嘅守，守护嘅守，守范守和印啊，咁样方嘅姓名印嘅印章。但系咧，头先讲过啊，呢一方系一方嘅汉印风格嘅一方。姓名嘅印章啊，咁我哋睇到佢撕页嗰个和字咧，我哋之前都有碰过呢个问题噶，佢强调咗呢个口啲亮滑突咗出嚟，但我哋好多时候会睇到有时咧，点解又唔系和嘅撕嘅咧？按印嗰時就搞個黐字咧，搞到好似口字，但係咧就冇呢兩個突出嚟，直接唔好一齊。好即係呢一個步驟，將佢四方塊啊，咁所以咧要搞清楚啊。有時佢係黐印入嚟，如果和咧就應該係呢一個啊。嗯，好。好，第二方。秋寒文係啦，咁聽秋嘅名啦，啊，聽秋寒文，咁誒佢個作品之後嘅啊，演出嚟嘅一方人啊，同樣都係漢人風格嘅，聽秋寒。兩方人咧，我哋都睇到啊，一個浙派嘅風格，因為錢鬆係浙方人，書畫算刻佳績，同埋佢係彈奏古琴嘅，哎呀，一方多才多藝嘅一位文人啊。好，睇呢方朱文印，睇到咩字啊？留意啊，個邊欄係冇咗，但係個部首咧就借咗邊欄嘅，所以嗰個咧就唔係手邊。好，唔好理佢，睇下邊嗰第二個字。如果你睇到大下邊第二個字咧，你要將個部首推翻上去嗰個字啊。第一張從咩部首？嗱，冇俾隔離左右影響到啊！係啊，從和部啱啦。咁上邊嗰個咧，都係和啦。由個邊欄嗰度借咗少少，但係佢又冇曬邊欄，係嘛？即係呢一橫，佢呢一橫有少少借咗邊欄，嗱，所以你就睇唔到嘅，應該就係。
係啦，再重進次喎。自和兩個字搞出嚟啦，跟住再隔離啊！八字啦，啱啱八啱啊！好，仲記唔記得我哋講過以前講過一種書體叫咩啊？八分，自和八分，自和人名。自和人名，八分係一種書體，即係而家我哋所稱嘅底書。底書。即係換言之咧，呢位名自和嘅咧，係好精通底書嘅。啊，咁一方面知文印，咁佢又搞得幾有趣啊！問題咧就睇就花時間少少。好啦，再到隔離一方仿秦印風格嘅一方名人。聽秋。聽秋啊，咁我哋亦都上一個章亦都係聽秋韓白。嗱，上一個章咧，聽秋韓白咧就直成係人名。擺喺作品裏邊，而呢一方嘅聽秋咧，除咗係人名之外咧，就另外一個用處咧，我都可以用得著嘅，作為一個閒章。秋天，聽秋天嘅啊，咁如果你寫畫係寫秋嘅景色嘅時候咧，咁呢方你當一個眼角嘅閒章咧，亦都可以用得著。秋天唔係一定睇到，可以聽得到，啊，可以聞到，啊。明月全新。好，再到隔離一方知名嘅人，嗱，以前咧我哋介紹過吳昌石，同樣一方知名嘅人，啊，亦都係呢四個字。明月前身。佢同吳昌石嗰方名月全新咧，就係有所不同啊！啊，吳昌石係嗰方嘅名月全新咧，我哋都聽佢個故仔噶啦啊！因為佢有兩次發夢咧，見到佢嗰位袁佩夫人啊，張夫人啊，第二次六十幾歲嗰陣再見到，再發夢多一次啊，咁見到之後咧就醒咗，跟住見到明月當空。一路揮淚就黑呢一方章啊，曾經話掃到停刀啊，傷心到黑唔到啊。可想而知，佢對呢位太太非常之掛念。咁嘅故仔大家都聽過啦，之前啊，咁啊就唔再重複啦。咁佢嗰方嘅名月前身咧，就紀念佢啊，或者懷念佢嘅賢惠夫人。咁而呢一方嘅名月全身咧，方樣古仔唔會絕對一樣啦嚇。咁呢方全身咧就係講啊呢個藝術作品裏邊嘅一種準則。咁出自邊度咧？出自唐代嘅《詩空圖》。佢係第七嗰個嘅洗練，其中講到啊，佢講呢個詩嘅寫作嚇，有好多種嘅技巧啦，好多種理論啦，啊，一種非常高深難得嘅一種美學嘅理論啊。咁佢其中第七度咧講到洗練呢樣嘢，
嚇。咁其中一句咧就係、是，係咪即係廿四首裏邊嘅第七首啊？係啊，冇錯，第七度。佢寫咩咧？流水今日洗練啊，平時身。即係換言之咧，佢講嘅詩裏面講到係咩咧？反璞歸真，純淨嘅本色，要求係呢一樣嘢。即係換言之，簡潔明淨就係、是、要求嘅藝術風格。千祈咧就唔好自己黑光喺自己嘅作品裏邊啊！